主料，红辣椒500克，大蒜70克，姜20克，辅料盐、糖、白酒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红辣椒洗净，沥干水粉，大蒜去皮切碎，生姜洗净切碎，红辣椒去柄切碎，放入大盆，放下蒜末、姜末，加盐、糖、白酒，加些鸡精，搅拌均匀，装入干净的器皿，放入冰箱即可。烹饪技巧：一、糖的用量非常少，也可以不放；二、白酒是高度酒；三、器皿要用开水泡过，沥干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